边这只啊。来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开始录像。回家，回家哎！还有一只。有有可以，来来来来，好运。那巢穴应该两只，然后这边一只在山头上了，然后那边一只应该是母鸟，对，公鸟是去了，对，还没回来，对，没有。哎呀，再来，又回家。对，他应该有捡那个剩菜在吃，他现在在吃东西。那应该早上吃剩的，早上他们在这边吃，哎。下雨，下雨，下雨了。
只剩屁股而已，只剩屁股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在休息啊，在休息的啦，啊，拜拜，要回家了，下午再来，嗯，对啊，嗯，拜拜，对啊，嗯，睡了午觉再来。好，今天很精彩，舍不得走，但是要11点半要吃饭，所以要带小朋友去吃饭，所以现在还是早点走回家，弄11点出门才 OK。今天很精彩，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抓一只鸟回来，然后没有交接成功，幼鸟上去没有成功，这画面不知道应该是没拍到，因为我刚好在外面淋雨看到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今天的练飞实在是超屌了。今年拍的应该就练飞应该就不错了，赞！我今天跟金牌在拍还不错啊，对，就跟他拍比较简，比较会有收获一点。